水晶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一起一抽吧。紫罗兰，那其实一抽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介绍一支最强的英雄，应该讲说高端的英雄，叫哪里啊？没这么快啊！这个是达利亚，对不对？是这一种，对，堕天艾尔，没有，昨天是达利亚啦，堕天艾尔应该还没讲，堕落打击耶，哇，技能超帅的，这些为什么要这么酷啊？真的不懂，他做的太好了、哦。所以每天其实领那个水晶就可以做一个升级，对不对？天哪！不要吵。我们一起主线一场竞技好了，一起主线一起竞技场这样。也其实我觉得也可以。升级啊，我看见都挺实。好的。